也有两位非常美丽的女生呢，要来服务给现场的所有的朋友。那再一次的啊，跟大家小小的叮咛一下。那在这个后疫情的时间呢，我们大家可以齐聚在这边啊，一起坐下来共同享用美食，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。哦，所以呢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一样提醒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。然后呢，在我们的入口处两旁呢都有我们的烤肉车哦，大家可以到前面来尽情的来享用。那在靠近我们的定点舞台前。面呢？哦，有我们的欧帐呢，有我们的烤乳猪，也是我们的主家呢，特别很早很早就预定好，要留给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享用的哦。那在这边呢，也非常的开心大家的莅临，所以呢，要代表着我们的土库诸神社以及我们的城阳交班团，谢谢大家的莅临。那么开场呢，带来一首比较激昂的歌曲之后呢，紧接下来呢，要带来这首歌曲呢，大家呢也比较耳熟能详一点。那这首歌曲之后呢，紧接着今天有非常多的舞团，有来自我的姐妹，我还有莅临到现场，还有哦，特别特地从高雄呢把她聘请来到现场的我们的 Baby Chris 哦，待会呢会带来一连串非常火辣的表演，所以呢邀请大家尽情的期待，慢慢的享用美食，好好的哦，一起来观赏今天的哦我们的翁牙公的派对，非常棒的定点舞台的表演。那么紧接下来呢，这首歌大家一定都听过，那个如果会唱的朋友啊，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唱唱跳跳舞，带来这首《少年》送给大家。谢谢所有的摄影师，都帮我留下美好的回忆。Yeah.
修理车车牌9897的好朋友，9897好朋友，要麻烦你现在赶快移动你的爱车哦。一首好听的歌曲《少年》送给现场的所有的朋友，哇，来这一次。